一首歌想送给谁？我选一首歌送给我的一个哥哥吧，他也算是我的老板，其实他是一个做金融的哥哥，他对娱乐行业完全不了解。其实我发唱片一两年的时候，我可能发展到了一个时候，他比较的不自信，所以他就把我签给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。他觉得可能那家唱片公司很专业，但是那家唱片公司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的版权全部卖掉了。因为一个歌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版权，它是你所有的全部的价值，所以那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好。我们也一直在跟那个唱片公司 在打官司，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位哥哥来帮我的。在去年我们又一起完成了一张新的专辑，叫做大娱乐家。其实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坎坎坷坷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的就是自娱自乐要快乐。新专辑的这首《大娱乐家》吧，送给这位哥哥，然后也送给所有人，希望大家都能快乐。你早上起床面目模糊，几乎不存在。晚上睡觉面目全非，根本不存在。生活就像是一场灾害，你不停受害，你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剧烈的摇摆，累坏累坏，需要爱，累坏。你是大娱乐家，你娱乐大家，你为我掩饰，为我心灵吉他，为我赶走现实黑暗白夜狼。大娱乐家，你娱乐大家，人生重要任务，人人全身是盔甲，必须找一个缝隙钻入。好听好听，谢谢苏龙。一个人很难执着地往前走，我们身边需要无论是亲人无论是朋友，但只要有他们在，我们走的就会很